大天使加百利讯息，不再固守现状，进入光的力量中。亲爱的，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新的时刻。当你们固守现状时，你们就是在固守着事物在过去的存在方式。有时候，坚持旧有的方式会更安全，变化可能是可怕的。然而，你们的世界不是一直在变化吗？当你们固守现状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在当自己有力量，在此时此刻将某件事物变得更好的时候，却仍然对某个事物在过去是怎样而念念不忘。你们的思想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，一个念头就像是向宇宙发送的一个祈祷，索要你们想要的东西。如果你们的念头是无意识的，如果恐惧在你们的思想中起着很大的作用，实际上你们就是在要求那些让你们害怕的东西进入你们的生活。恐惧是现状的一部分，最大的恐惧似乎是未知数。然而，我们不可能总是确切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。所以，你们被要求去放下恐惧，让神之光的力量来引导、滋养和保护你们。放手是一个时刻进行中的过程。放手意味着臣服于生命的流动。你们被要求进入光中，这是每时每刻在你们的内心流动着的神性。神圣的灵在是在变化中唯一不变的东西。这是一个你们可以相信的真理。光和爱的力量，难道不比恐惧和怀疑更具有吸引力吗？正是你们希望事情永远不变的执念，阻碍了你们的前进。你们要做的，只是清晰明了地向更高的力量和天使索要你们想要的东西。只要你们开口，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都唾手可得。当你们从旧有的恐惧和执念中解脱出来时，你们将会知道真理所带来的自由和喜悦。你们的真理一直都是让你们感到快乐的东西，这是神圣意志，在任何时候，神都希望你们快乐。祈祷生活在你们的真理之光中。要知道，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受到神的引导。寻求帮助，并释放不必要的恐惧。允许天使的恩典经由你们而运作。要知道，你们被深深地爱着。请记住本周来自高维的指引是：释放任何固守现状的需要。你们被要求进入光的力量里面，这将允许你们生活在你们的真理中。